猎杀鸡民，为了赢甘愿没箭头，不惜丢包摄影师。哎，你怎么也在这？啊，你的摄影师？我怎么知道他跑去哪里？他跑进去，他就没跟进来。哪有这样子的？我说厨房他很臭。打他！哦，吓死我了！战场在楼下，我要出去了。可是这边有女生啊，两个啊。楼下也有啊。那你先出去。啊，是小优给你，给你关起来，关起来。这是我的摄影师，他坏